欢迎来到中国建筑出版在线。接下来看第二章的第二节，二零二零建设工程定额。首先看第一个条目，二零二幺建设工程定额的分类。定额的分类有多种，但是从命题考察上最重要的一种分类，就是按照定额的编制程序和用途来进行分类的。按照这种分类呢，把定额分为五种，有施工定额，有预算定额。 有概算定额，有概算指标和估算指标等等，这五类定额，尤其是施工定额和预算定额，要求大家务必要能够准确的理解和掌握。他们是命题考试的重点，而且呢，也是在后面讲到工程量清单计价的时候都要用到的一些定额。所以，首先在这个地方要把这比较重要的定额先理解了、掌握了，才能够有助于在后面。 学习工程的清单计价的时候呢，更好理解和掌握。首先看施工定额，那什么叫施工定额呢？施工定额顾名思义是在施工过程当中要用到的定额。哎，施工过程呢，它是按照一道一道工序来施工的，所以说施工定额呢，它就是以工序为对象来编制的定额。言外之意呢，是以。 每一个工序为定额子目来编制的定额，当然每一个工序也就是同一性质的施工过程。那施工定额呢，分为人工定额、材料消耗定额和机械台班使用定额这三个组成。注意，因为是按照工序为对象来编的，哎，那么工序呢有很多，所以说施工定额是建设工程定额里面分项最细。 定额子目最多的一种定额，啊，它也是建筑工程定额里面的一个基础性定额。注意，我们刚才谈到了，按照这种分类，总共分为五种定额，有施工定额、预算定额、概算定额等等。在这五种定额里面，施工定额是分项最细、定额子目最多，属于技术性定额。那这种定额有什么用呢？它是建筑安装企业。 内部使用的一种定额，言外之意，施工定额仅仅是建筑安装施工企业会用到，哎，建设单位甲方他用不到的，因为他不施工，谁施工谁会用到这个施工定额，如果不施工就不会用到这个定额。那具体来讲，施工单位用这个定额干什么呢？他用它来进行施工组织，用于进行成本管理、经济核算和投标报价，所以。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这个施工定额是属于企业定额的性质。大家也许听说过企业定额，但是要注意，企业定额跟施工定额它们还是有不同的。这个地方说施工定额属于企业定额性质，仅仅指的是在性质上属于企业定额性质，但是它并不等于企业定额。这是什么意思呢？注意，一般来讲呢。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中小型的施工企业，甚至于比较微小的施工企业，当然是没有它的企业定额的。那么，对于一些比较大的、综合实力非常强的建筑施工企业，它是有它的企业定额的。哎，这些没有企业定额的中小型的这些施工企业，他们也是要进行施工组织成本管理、经济核算、投标报价。那他们怎么做呢？他们如果没有企业定额， 要按照施工定额，根据本企业的技术组织管理水平来调，调完之后呢，来用于成本管理、经济核算和投标报价。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呢，它是属于企业定额性质的啊。注意，施工定额并不是企业定额，那么但是在性质上是属于企业定额性质的。那么这点要注意区分。那具体来讲，为什么叫施工定额呢？它是直接应用于施工项目的施工管理的。 它是用来编制施工预算，用来编制施工作业计划，签发施工任务单，签发限额领料单，以及用来结算计件工资或计量奖励工资的。所以大家看，在施工过程当中，用施工定额来做这么多的工作，所以施工定额当然是非常重要的。那没有施工定额，就没有办法做这些工作。你比如大家知道，在施工项目上肯定会有。 签发施工任务单，签发限额领料单。这里面说签发的施工任务单，施工任务量从哪里来的？说签发的限额领料单，这个领料单里面的这个限额领领料是这个额度从哪里来的？都是来自于施工预算。哎，施工预算呢，又是根据施工定额来走的，所以是按照施工定额，根据施工图纸来做了一个预算，就是施工预算。它跟 按照预算定额编制的施工图预算是不一样的啊，这点呢要注意区分。好，下面呢，所以施工定额和施工生产是紧密结合的。施工定额的定额水平反映的是施工企业生产与组织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那这个水平有多高呢？注意，准确的说，施工定额的编制水平是平均先进水平，这个定位是非常准确的一种定位。意外着比平均水平高。 比先进水平低，属于平均先进。目的呢，就是为了促进一些施工企业来提升他们的技术组织管理水平啊。然后呢，那么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在施工方面的技术组织管理水平的一种提升。所以说呢，它选取的是一个平均先进水平。好，那么下面施工定额呢，主要是编制预算定额的基础。哎，前面我们讲施工定额是这些定额里面的一个基础性定额。 那么，所谓技术性定额是指后面的什么预算定额、概算定额，还有概算指标、估算指标，它们追根溯源，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来自于施工定额的。所以，施工定额呢是属于技术性定额。那么，接下来在施工定额基础之上，进一步来编制预算定额。那编制的这个预算定额是什么情况呢？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说，施工定额是以工序为对象来编制的。 按、哎、预算定额呢，它是以分部分项工程为对象来编制的，啊，那么预算定额实际上是以施工定额为基础进行的综合扩大形成的，啊，当然了、啊，预算定额也是编制概算定额的基础，所以从施工定额到预算定额到概算定额，他们是形成了这一种链条的关系。那预算定额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用来编制施工图预算，注意，施工图预算跟前面那个施工预算就差一个“图”字，但是他们明显不一样。施工图预算依据的是预算定额来编的，当然也是依据施工图。哎，施工预算呢，依据的是施工定额来编的，当然依据的是同一套施工图，只不过编制的时候依据的定额不同罢了。另外呢，预算定额也是编制单位估价表。 确定工程造价、控制建筑工程投资的一个基础和依据。那么，注意预算定额是社会性的。前面说施工定额是企业性的。哎，怎么理解这个社会性呢？注意预算定额呀，不仅是施工单位要编制施工预算，建设单位也要编制施工预算，他们都要依据预算定额。所以，建设单位也用，施工单位也用，它就属于社会性的。 如果是仅仅施工单位用，建设单位不用，它就属于企业性的。那么，这是这两种性质定额的一种不同。好，下面是概算定额。概算定额是以扩大了的分布分项工程为对象来编的啊，它呢一般是在预算定额基础之上进一步的综合扩大形成的。注意，这个概算定额呢是用来编制扩大初步设计概算、确定建设项目投资额的一个依据。 在第一章，我们讲到设计方以及工程总承包方为什么有总投资目标的时候，我们讲过，在设计方初步设计结束之后呢，要按照概算定额来编制一个初步设计总概算，啊，或者说呢，在技术设计之后呢，要编制一个扩大的初步设计总概算，啊，来确定作为建设项目的一个投资限额，所以他们都是按照概算定额。 用的，这里面注意，概算定额是在初步设计结束之后来编制初步设计总概算用的，哎，预算定额呢是在施工图结束之后，按照施工图来编制施工图预算用的，哎，施工定额呢是在按图施工过程当中，在施工的时候呢来用的，所以那么他们是在不同阶段来用的，啊，接下来还有第四个是概算指标。 啊，注意概算指标比概算定额要粗略一些，所以说呢，它是概算定额的进一步的扩大与合并。注意，这个时候它是以整个建筑物和构筑物为对象来编的。那么这个概算指标呢，它是设定和初步设计的深度相适应啊。那么注意，概算指标的编制也好，设定也好，它是要与初步设计的深度相适应的。 那么是设计单位编制设计概算，或建设单位编制年度投资计划的一个依据，也是编制接下来的这个估算指标的基础。好，那么注意，如果我们的初步设计深度较深，可以用概算定额，那么就不会用概算指标；如果初步设计的深度不够深啊，那么跟概算定额的深度不一致，哎，跟这个概算指标呢相一致，这个时候要用概算指标来。 编制初步设计总概算，好，所以说呢，概算指标和概算定额是在不同情况之下来用的。那最后这个第五个就是估算指标，注意，投资估算指标呢，它是以独立的单项工程或完整的工程项目为计算对象编制的，用来确定各生产要素消耗的数量标准和项目费用标准的啊。那么这里面呢，它是怎么确定呢？依据一建称的工程。 或现有工程的价格数据和资料，然后呢，通过分析等等，那么最终呢，来确定的。注意，投资估算指标是在什么时候用呢？在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阶段编制投资估算的时候用的。也就是说呢，在决策阶段要用投资估算指标啊来编制投资估算。好，那么这是在不同阶段呢用到的这些指标或定额。 好，下面来看一道真题：幺二八三，关于施工定额的说法，正确的有，选项 A，施工定额是以统一性质的施工过程为研究对象，说法正确。选项 B，施工定额属于企业定额性质，说法正确。选项 C，施工定额是确定招标控制价的重要依据，注意它是用来确定投标报价的重要依据，而不是招标控制价的。 重要依据，所以 C 不对。选项 D，施工定额能够反映行业施工技术管理的平均水平，所以选项 D 啊，实际上有两次错误：第一，反映的不是行业，反映的是企业；第二，它也不是平均水平，前面讲过是平均先进水平，所以 D 不对。那选项 E，施工定额是建设工程定额的技术性定额，说法正确。 所以本题的正确选项呢是 A、B、E 这三项。好，下面看2022这个条目，接下来是人工定额、材料消耗定额以及呢机械定额，它们分别是怎么编制的？在人工定额里面，它的编制方法呢，注意，那么要考虑这两方面，一个是要拟定正常的施坠条件，另外呢要拟定施工作业的定额时间。 那么，在拟定正常的施工作业条件的时候，它包括哪些内容呢？这个地方要了解，它包括要拟定施工作业的内容，就是我们要干什么；然后呢，要拟定施工作业的方法怎么干；然后呢，还要拟定施工作业的地点是在哪里干，以及呢，拟定施工作业的人员谁来干啊，谁在哪里干什么怎么干，这是拟定施工它的正常条件。 那拟定施工作业的定额时间呢？这个时间呢，它包括有基本工作时间、辅助工作时间、准备与结束工作时间、不可避免的中断时间以及休息时间。也就意味着在编制人工定额的时候呢，把这些时间都要考虑在内。注意，定额里面对于人工定额，它的定额单位呢是工日。 比如，如果是挖土方，那么它的定额呢，也就是挖每一方土消耗多少个工日，这就是人工定额，啊，当然嘛，这个呢是人工的时间定额，啊，好，接下来是要制定人工定额的一些常用的方法，那么这些方法呢，大家也要注意掌握。第一个呢是技术测定法。 技术测定法当然强调的一个是技术，一个是测定，所以它是根据生产技术和施工组织条件，对施工过程当中各工序采用这种测试法、写实记录法、工作日写实法啊，那么通过这些呢，来测出各工序的工时消耗这样一些资料。那么所谓工时消耗呢，比如正像我们刚才说的啊，挖土方，我们要进行来测算。 他每挖一方土消耗多少个工日呢？注意，一个工日呢是八个小时，也可以说呢，挖一方土需要多少个小时，然后呢按小时呢来换算成多少个工日啊？如果你挖一方土呢需要两个小时，那么就是二除以八，8, 那就是十分之一，零点二五，也就意味着零点二五个工日啊，每挖一方土，这是他的一个通过技术测定法来确定的。 然后呢，在这所获得的这些资料进行科学分析，来制定出人工定额的一个方法，这是技术测定。另外呢是统计分析，注意强调的当然是“统计”二字。所以说呢，它是要把过去的施工生产中的这些同类工程和同类产品的工时消耗的统计资料，与当前生产技术和施工组织条件，它们的变化因素结合起来来进行统计分析。 这样的一种方法，注意这种方法简单易行，适用于施工条件正常、产品稳定、工序重复量大以及呢统计工作制度健全的施工过程，可以用统计分析法啊。那么注意后面这种适用条件是非常重要的。第三种方法呢是比较类推法，那么它主要是对于通类新产品规格多。 工序重复、工作量小的施工过程，一般用这种比较类推法啊。那么采用这种方法来制定定额的时候呢，它是以通类新工序和通类新产品的十号工时为标准啊，强调的是同类啊。然后呢，类推出相似项目定额水平的一种方法。那最后呢，就是经验估计。所以，经验估计法通常是作为一次性定额来使用，这个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好，下面看一道真题：幺九幺六，编制人工定额是为了提高编制效率。对于同类型产品、规格多、工序重复、工作量小的施工过程，应采用什么样的编制方法呢？我们刚讲过，在这种情况之下，一般要用比较类推法。所以这个选项是 C。好，接下来看材料消耗定额的内容。对于构成工程实体的。 材料消耗，它主要是包括有材料的净用量和材料的损耗量，也就是不可避免的废料和损耗。那材料的净用量怎么确定呢？大家了解一下，有这四种确定方法：理论计算法、啊测定法、图纸计算法和经验法。哎，损耗量怎么算呢？是按照损耗率来算的。这里面的损耗率呢，是拿损耗量除以净用量作为。 损耗率的计算公式，那有了这个损耗率之后，我们很容易算出净用量，那净用量乘以这个损耗率就能够算出损耗量，从而呢，将净用量和损耗量两者相加，就是材料的总消耗量，啊，那么也可以是净用量乘以一加损耗率就可以了，好，这是对直接构成工程实体的这些材料，它们的总消耗量的计算。 那如果要是周转性材料呢？比如说脚手架呀、模板呐、啊，那么影响这些周转材料它们的消耗因素有哪些呢？有这四个：第一，在第一次制造时材料的消耗，这个呢叫做一次使用量；另外呢是每周转使用一次材料的损耗，也就是在第二次使用时你需要再补充的量。那么还有呢，第三个。 周转使用次数以及周转材料的最终回收及其回收折件，所以对于模板脚手架这些周转材料，它们的消耗影响因素有这么四个，要注意掌握。那具体来讲，周转材料它们的消耗量怎么来确定呢？注意，在定额里面，周转材料的消耗量啊，它并不是像直接工程工程实体的，是按照什么净用量和损耗量来算的，它是按照另外的两个量是一次使用量。 和摊销量这两个指标来表示的，这里面要注意一次使用量和摊销量，它们各自是怎么用的呢？所谓一次使用量，指的是周转材料在不重复使用时的一次使用量。那这个一次使用量呢，主要是供施工企业组织施工的时候来用。哎，摊销量呢，这个很容易理解啊，周转材料在退出使用，应分摊到每一计量单位的。 结构构件的周转材料消耗量，这就是它的一个摊销量。你比如模板啊，大家都知道，模板是跟混凝土的表面积相接触。那么按照模板，它每一块模板能够接触到的混凝土的表面积，那么然后呢，再考虑它周转使用次数，就能够算出这一块模板它在整个的周转使用过程当中所接触到的混凝土的表面积。然后呢？ 来算这个摊销量，所以说呢，这个摊销量主要是供施工企业进行成本核算或投标报价使用。这里面大家要特别注意的是，依次使用量和摊销量的作用不同。好，那么具体来讲，我们说什么叫做供施工企业组织施工用呢？什么又叫做供施工企业进行成本核算、投标报价使用呢？那么我们以模板为例，施工企业呢？ 如果要是从外面来租赁模板，他会考虑我到底要租赁多少模板呢？那么他考虑要租赁多少模板的时候，他是要按照一次使用量来考虑了，这叫做供施工组织用。哎，那么在租赁来模板之后，当然是要掏租赁费的。然后这个模板呢，在施工现场是要跟混凝土的表面积接触，它要周转接触。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算混凝这个模板它接触。 单位面积混凝土表面，它们的价格分别是多少啊？那么从而呢，就用于进行成本核算和投标报价了。好，那么这个呢就是一制用量和摊销量的一种作用。好，下面看一道真题：幺八七六，影响建设工程周转性材料消耗的因素有哪些呢？前面讲有四个。选项 A，第一次制造时材料消耗有的；选项 B，每周转使用一次时材料损耗也有的。 还有选项 C 周转使用次数，以及选项 D 周转材料的最终回收和回收支架。好，那 A、B、C、D 都是对的，E 是不对的，没有啊。施工工艺的流程。好，下面是幺九六四，施工企业投标报价时，周转材料消耗量应按哪个量来算呢？在投标报价时用到的是摊销量啊，所以这个选项是 B。 那如果要是施工组织的时候用哪个量呢？用一次使用量。好，下面是机械台班使用定额的编制。这里面呢，对于机械台班定额的表达，大家要注意。那么我们如果要是计算施工机械台班产量定额，那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计算式，是按照机械的净工作生产率乘以工作班的延续时间，再乘以。 机械的利用系数。好，那么这三个因素呢，我们分别来说一说。第一个，机械净工作生产率，这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机械纯工作一个小时它的正常生产率。我们以挖土机为例，挖土机呢，它纯工作一个小时能够挖多少方土，就是它的净工作生产率。好，那么下面呢，乘以工作班的延续时间。 工作班的言语时间一般都是八个小时，所以说，那么一个台班跟一个工日一样，都是一天八个小时来算的。那接下来还有一个是机械利用系数，它是工作班的进工作时间除以机械工作班的时间。哎，那么机械工作班的时间一般都是八个小时，那工作班的进工作时间呢？比如在这八个小时里面，这个机械它真正只运作了六个小时。 所以，那么它的机械利用系数就是六除以八，这就是它的机械利用系数。所以，那么这个就比较好理解了。那么，注意这个公式它很重要。好，另外呢，还有一个是单位产品的时间定额。这个时间定额呀，大家要注意它的分子和分母。分母呢是机械台班产量，分子呢是小组成员工日数总和。这个公式也很重要，要注意掌握。但是这个地方呢。 要理解，实际上这个公式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由人和机械组成了一个工作组来完成作业的时候，来计算它的单位产品时间定额啊。所以这里面呢，既有机械的台班产量，又有小组成员的工作室总和。好，那么我们来举个例子，大家很容易理解。以开挖基槽为例，那如果是用挖土机来开挖基槽。 首先，挖土机上面，它呢要有一个司机。哎，在开挖基槽的时候呢，一边会在基槽的两边至少是各配一名普工进行基槽边坡土方的修整。所以，这个时候也就意味着有三名工人配合一台挖土机来进行基槽的挖土。好，这里面呢，如果知道了机械台班产量，也就意味着在一天八个小时里面，一个台班当中，这个。 挖土机它的台班产量是多少？能够挖多方土？挖这么多方土呢？我们配合的有三个人啊，也就是小组成员工资所总和，因为是一个台班，也就是一个工资，但是在这一个工资里面，我们投入的是三个人，所以说也就是三个工资。那这样的话呢，那么就很好理解了。我们假设呢，机械台班产量挖土方呢，我们按十方土啊，那么然后呢，我们配合是三个人，所以。 那么这个时候，单位产品的生产定额就是三除以十，零点三，啊，所以那么这个呢，大家要注意理解。好，下面我们来看一道真题：幺幺幺三，一只毛斗容量一方的正常挖土机，机械台班产量呢是四百七十六方，机械利用系数是零点八五，则它在正常工作条件下，一个小时纯工作时间内可以挖土多少方呢？ 这里面呢是反向要求，要能够计算出一小时纯工作时间挖土量是多少，也就是要计算它的净工作生产率。好，那么注意，机械台班产量是四百七十六方，也就意味着一个台班八个小时里面呢，它挖土四百七十六方。哎，机械利用系数是零点八五，那么注意，按照我们前面说。 机械台班产量的那个计算公式啊，它实际上是四百七十六等于净工作生产率，也就是这个里面我们要计算的，然后乘以呢工作班延续时间。注意这个地方，因为是台班产量，那一个台班就是八个小时，所以说呢，拉这个一小时纯工作时间内挖的土方量，乘以这个八个小时，再乘以这个零点八五。 就是等于这个四百七十六，只不过我们选的是反向来算，所以反向来算的话呢，实际上就是在这里面的拉是四百七十六除以八再除以零点七五了啊。下面呢有这样的一个计算式啊，实际上主要是对那个公式的一种反向的应用。那么总而言之呢，这个公式还是非常重要的，你要记住啊。算出来的是七次方啊，也就是一万多呢，进攻的生产率。 在一个小时充功的时间内，可以挖土七十方。正确选项呢是 D。好，下面再看另外一道真题，幺六幺七。这个题呢，大家看一下，也是斗容量一方的是反厂挖掘机挖三类土装车，挖土深度两米内，小组成员两人，机械台班产量为四点五六。注意它的单位呢是一百方，则用该机械挖土一百方的人工定井为多少呢？ 那么这里面呢要注意，它给出了什么斗容量一方，还有呢挖土深度两米，这些呢都这些数据实际上对于我们计算顶格的时候没有用啊。那么有用的呢，小组成员两人，机械台班产量十点五六，也来以外度呢，一个台班八个小时，机械呢能够挖四点五六个单位的土，哎，消耗的人工呢是两个人。 也就是消耗了有两个工日，那么这种时候呢，y 一百方的时候呢是二除以四点五六，就是这么简单，所以接近于五分之二，5, 啊，那么算出来呢，它是零点四四个工日。好，下面再来看幺七幺六这个题，这个题是非常好的题啊，所以大家要注意理解。某出料容量零点五方的混凝土搅拌机，每一次循环中装料。 搅拌、卸料、中断，这四个过程需要的时间分别是一分钟、三分钟、一分钟和一分钟。机械利用系数为零点八，则该搅拌机的台班产量定额是多少？这题在一七年考的时候是一个比较新颖的题型，实际上也是非常好的一道题。这里面呢，大家首先要看要求要计算的是啊。 台班产量定额，那一个台班是八个小时。好，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首先要了解，他也告诉了机械利用系数为零点八，所以说呢，那么这里面我们要注意，要能够算出净工作生产率，也就是在一个小时纯工作时间，它能够搅拌出多少方混凝土，然后呢乘以零点八乘以八、啊，啊就可以了。那么这里面呢，它在一个小时里面能够。 搅拌出多少方的混凝土呢？注意，在一次搅拌里面呢，它有这四个过程：装料、搅拌、卸料、中断。那么总共加在一块需要的是六分钟，啊，注意这六分钟它能够出零点五方的混凝土。哎，一个小时是四个六分钟，所以在一个小时里面呢，也就是能够出五方的混凝土。那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就是五乘以。 零点八乘以一天八个小时，算出来的就是答案，五八四十四八三十二，所以答案是 A 啊，是三十二方每个台班。好，那么这个题呢，大家要能够理解。好，本讲呢到此结束，谢谢观看。